先第一次的發言呢，就是講了呢個檔案處處長佢哋喺佢個人能力範圍之內，佢能夠做嘅，佢冇做。咁所以呢，我嗰個修訂就係減咗佢嗰個人工，就係呢個總目142嗰度。跟住呢，我係繼續即係再講佢喺呢個管理佢個部門同埋做質素保證嗰度呢嗰個缺失。其實呢，政府每年呢係產生好多檔案嘅。咁我哋問咗嗰個套裝問題呢，有啲記者呢就好有心機，就將咁多個政策局啊部門嗰啲呢冚唪加加埋埋。但我睇罷佢哋條數呢，都不及我哋有一個同事呢就咁問政府喺過去嗰三年，即係2011到2013，總共鑑定咗幾多檔案同埋銷毀咗幾多檔案。嗰個圖表呢係好簡單嘅啫，得九個方格嘅啫。咁呢，原來喺呢過去三年已經鑑定咗嘅檔案呢係1,382,800,000個，銷毀嘅呢就得人驚，6,945,000個。咁其實真係都唔知有幾個國金大廈咁高嘅。但係呢，嗱，銷毀嘅就係你睇完之後就覺得佢冇保存價值，所以批准去銷毀啦，或者係就咁睇嗰個檔案嗰個題目一望落去，譬如話啊，佐敦道964號一個水渠修理嗰個檔案，咁你知道啊，呢啲業務檔案好行嘅啫，咁你一睇就知道銷毀，所以銷毀嗰度咧，其實即係佢都係可以好大型咁樣去做，但係鑑定檔案咧。據前處長朱福強講咧，就係平均鑑定一個檔案，如果係認真去做，係5個鐘頭。嗱，以佢哋得13個檔案主任呢個人手，去鑑定1,382,800,000個檔案咧，竟然係可以三年裏面做曬，仲有咧。在這裡有1,120多萬個是2012年鑑定曬，不知道為何那年識飛，我一年裡面即係睇曬咁多。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好擔心呢，佢會唔會就係喺搬呢、這個政府總部，即係2011年搬過嚟嗰陣時呢，就係、是、好快脆咁樣水過鴨背，就隨便咁去做曬呢個鑑定嘅過程。咁因而呢，我哋係好擔心有好多好珍貴嘅資料咧，係俾佢咁粗疏咁樣咧，就走去即係撥開曬嘅。咁而我哋問各個部門咧，佢哋而家仲有幾多檔案有待俾檔案處鑑定咧？其實出嚟嗰個數咧，亦都係好得人驚。但係我哋睇唔到檔案處處長咧，一早去同部門溝通，去做定人手同埋時間上邊嘅安排。嗱，大家好關心嘅警隊。警隊呢在過去三年其實是有222萬個檔案呢是要檔案處有待他們鑑定的，只是警隊一個他們的業務檔案都220多萬個，另外還有23萬個行政檔案，但是這個只是三年移交給檔案處有待鑑定的數目，但是呢原來佔了全個警隊所有檔案的1/3，因為我們 在另外的問題那裡呢，真的 要慢慢分開滲下滲下，然後再加回來才有一個整體的圖像。原來整個警隊去管有檔案的總數啊，都只不過是423萬個業務檔案，這個是個總數，行政就508,000個，但是他竟然可以在過去2011到2013年嗰度咧，係移交咗總共240多萬個過去。你係佔整體警隊管有嘅檔案1/3喎。咁但係檔案處究竟有冇問過警隊？喂，你咁耐就唔交，一交就竟然可以交1/3過嚟。咁其實係咪警隊自己內部嗰個檔案管理都出咗好大嘅問題呢？咁同埋呢，我哋亦都真係好擔心，以檔案處得13個檔案主任呢個人手，如果佢要認認真真用平均5個鐘頭去鑑定一個檔案，佢點樣搞得掂淨係警隊呢245萬個檔案呢？仲有呢，就當然就係、是
有一些事情呢，其實如果檔案處是有那個敏感度啊，他亦都應該是主動同那些政策局溝通。我們看得到這些答案回來呢，政制事務局在過去三年是完全沒有移交到任何檔案給這個檔案處去保管的，是沒有的。銷毀就反為有，銷毀就銷毀了110個，但是過去三年應該有些什麼事發生啊？就是2010年的辭職公投啦，2011年的時候去制定這個補選機制的法例啦，還有呢，這兩件事，起碼這兩件事是應該完結了的了，因為個法例都過了嘛。那為什麼這些這麼重要的事竟然是我們看那些數字呢，就是政制事務那方面是零個檔案交過去給檔案處那裡去保存呢？究竟他們是怎樣做這些移交，怎樣去做這些審批的呢？定抑或是檔案處那裡去見到，哇，這些開埠以來第一次發生的辭職公投，開埠以來因為辭職公投要改這個法例去防止辭職繼續參加補選，這些是很輕鬆平常，所以他們任由這些檔案是可以銷毀，沒有留到下來。我們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疑問。另外一個政策局亦都是令人有很大的質疑，就是地政規劃科、地政署和規劃署三個呢，這三個部門呢都是發展局之下的。大家亦都知道過去那幾年發展局是有很多很爭議性的事發生，但是同樣去交過去三個科、三個部門交過去可以給到檔案處保存的呢，總共原來只是22個檔案，地政規劃科這個最重要的了，只是得一個是可以被保存下來。究竟我們銷毀了多少呢？銷毀的數目這三個科加起來是3338個。其實我們這些數字都找得很辛苦，因為就是要靠問這些套裝問題，各個部門都問，各個政策局都問，然後慢慢地加去加返出來，然後才拿到這個圖像。但是那個圖像呢，我們現在都只是抽最重要，即是最刺眼的那些拿出來講，但是都是很得人害怕。那不要講話即是還有這個特首辦啊，還有這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那些。另外呢，這個檔案處自己犯的錯誤就不是申訴專員那邊抄出來了，就是以前審計報告那個抄出來，根據審計處處長第57號報告書，原來呢我們有不少的檔案呢是儲存在一些濕度和溫度都不適合儲存紙張的地方，於是乎呢就算有一些檔案是可以經過重重關卡是被可以保留到下來，但是原來呢不少都因為保存檔案的溫度和濕度不適合呢，已經是開始損壞。嗱，呢啲就完全是檔案處處長的責任，完全是他的失職問題。另外沒有做到好好地的教育和推廣，沒有去話俾市民聽我哋點樣好好去利用檔案處。英國的國家檔案館呢，佢個網上呢係有一啲好完備好詳細嘅指引話俾市民聽，上網就可以點搵，甚至有一啲資料喺網上係可以直接攞到出嚟睇。但係相比之下呢，我哋嗰個檔案處嘅網頁呢就真係貧乏得多。並且呢，唔好講話網頁添啦，就算係個檔案處裏面啊，即係觀塘嗰棟大樓嗰個設備呢都是非常之不友善的。我們早了幾年呢就關注這個檔案的管理，所以就跟不少的大學生大家呢就一起做一個試驗，就是去用這個檔案處的服務。當然呢有些學生呢就成日都去了，熟口熟面了，開頭呢檔案處都上好招呼的，後來慢慢就開始瀏覽他們，即是怕他們來抄到他們有些什麼服務即是不妥當的地方，咁就開始對佢哋呢就有一啲刁難。並且呢亦都係發現原來喺呢個大樓嘅公眾查閱
檔案的地方呢，原來是沒有 WiFi 的，即是你自己帶個電腦進去呢，是沒有一個公眾的 WiFi 是可以方便到用家，讓他立刻上網啊，做一些即是新研閱讀啊，或者是即時上其他網那裡參考啊，各樣東西。所以呢，主席，以這個檔案處這麼少的人手，我上一節發言的時候講過了，加起來就是得30個左右而已，以他們這麼少的人手去負起香港保存歷史這麼重大的責任，處長竟然是沒有主動去爭取更加多的人手，是等公民社會去跟他爭取，這個是極其之失職。其實呢，這個不單止是檔案處處長一個人的態度，我相信也是整個政府迴避問責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政務司司長在這裡做恢復二讀去答辯的時候呢，就在這裡抱怨，就說我們的議員呢問問題問得多，今年呢問了成6000條啊，他又不數一下呢，我們由60個議員呢變成70個議員，所以即是在上一年大家熱了身之後，今年第二年了，就算是新入來議會的議員呢都熟悉那個程序，於是乎更加懂得去監察議會啊，這些他又不說，因為這些憲制改動其實是政府去推的嘛。那好了，我是很擔心政務司司長代表了整個政府的看法，就是說嫌我們問得多。其實財政預算案每一年啊，我們議員去大型有系統地問呢，是真的我們一年一度去問政府拿資料的方法。因為平時如果我們靠那些書面質詢或者口頭質詢呢，排隊呢就真的排到你每年呢就最多問20條到。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財政預算案那裡問，我們可以跨部門問同一個議題，於是乎就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是可以問到這些有關各部門請客酬作啊，有沒有貪腐啊，同埋各部門點樣管理檔案，這些主題性的質詢、主題性的答問。所以呢，即係我請政府，你就唔好迴避公眾嘅監察，快啲盡快去制定一個檔案法。雖然我頭先第一節講嘅時候呢，就算冇法定權力都好，這個檔案處處長呢，其實他在自己那個能力範圍裏面呢有很多事他都沒有做，但是有法例的話更加是逼著這個檔案處處長呢是不做不得啊。其實立檔案法的目標呢有三樣的，最主要第一就是監察政府，令到庸官貪官不敢胡作非為，因為全部東西有曬記錄在這裡，大致行政長官外遊接見中聯辦的官員，小至盛事基金這些撥了出來的錢有沒有真的給居馬費給小學生給幼稚園，這些都應該有根有據，有曬記錄在這裡，於是乎可以防止貪腐。第二就是歷史的記錄，第三就是積聚經驗，無論過往是一些很聰明很成功的做法，或者很失敗很愚蠢的做法，都應該有適當的記錄在這裡給後人去參考，於是乎就不用行冤枉路，不用行重複的路。主席，其實呢檔案行動組呢，我們就已經做了一份私人草案在這裡，其實不多，大概是20多頁左右，一共是38條條文。其實政府有責任去做，因為它已經有了架構、有了指引、有了政策在這裡，但是現在撐什麼呢？撐一個簽名。我們通常說推一個運動呢，我們去搞簽名運動要收集很多簽名回來，今次不是，今次我們搞一個簽名運動，這一個簽名就是行政長官的簽名。因為根據基本法第74條，任何私人草案只要有他的簽名就可以推得成，又或者乾脆就由檔案處處長他以他的專業、以他的形式去跟民間團體一起去推這條私人草案，就告訴政府他隨時拿了我們條私人草案去由政府去推，我們都非常之沒問題。但是很可惜現在政府呢就推了下去法改會那裡，法改會最快什麼時候啊？2016年才出到那個檢討報告書，但是由現在去到16年很多記錄就會在這些這麼甩漏百孔千瘡的制度那裡全部流走了。
所以我們是對此是非常之不滿，炒了檔案處處長就最啱數。唔該，代主席。